嗯嗯。这是你的灯还亮着你，没走，记得你身上住的香人年代了。这边看一下，今天本集呢可能会继续把我们的，诶，那个讲完了吗？快了，宠物也没了，作曲呢？作曲也没了，主题婚门牌设计啊，没了，没都没了。BI 排行榜，天啊，这些没有排行榜系统。有啦，诶，周旋排行榜是不是都还没讲啊？排行榜战力第一名的武器与装备，哈，那目前第一名是我们的大渣男。这边的武器与装备，我找给你们看名称呢，哈，名称看一下。我就五行整套嘛，这是他的武器。哇，现在可以直接看人家宠物哦。然后这大龙纹，这目前我们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的玩家哦。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的武器与装备，那武器其实就这一把。那装备就是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些，所以今天影片特别重要啊！我再复习一次，然后再我们再快速复习一次。毕竟自己的影片对大家来说都还蛮重要的。